Yingtai 曾经说过，香港是他钟爱的城市。那港大又给他那个安身立然的那个环境，香港的经验使他的视野更为开阔。让我们在这里听听Yingtai龙部长对香港、对台湾，特别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些什么新的那个感受，跟他的想法。这一个大学在1910年的时候开始筹建，它是1912年正式招生，所以是真正的100年。香港，它得力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它得力于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说，它是所谓边陲，因为它是边陲，所以那一个规范的大力量不及于它鞭长莫及，所以它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它又得力于在整个从15、16世纪以来的整个的西方的强大的是帝国主义或者是 imperialism 的往外推的这个大的过程里头，西方不小心的就把现代化带进了一个比较，因为它是边陲，所以它比较空的一个体系里头。它得力于这两个条件，所以它一直是中国的一个，我称它为逃生门吧 ，emergency exit。那能够逃的人，你逃到哪里去？大海吧，或者香港那个小小的口袋，它那个逃生门就打开了，然后一大堆人涌进了香港。平静的时候，他又回去，每一波一波的人进来，他带资金过来。他带他的经验，历史经验过来，他尤其带他的人才过来。那这些资金、这些经验跟这他的人才，就灌溉了这一个边陲的土地。相较于香港，那台湾它到底它的力量是在哪里？表现出来，它比较不是一个逃生门，它就真的不是一个逃生门，它反而是一个让你想留下来，然后找一片有土的地方去种丝瓜，因为丝瓜会开出黄色的花的地方。我觉得台湾的可爱，其实就在于它的不假装伟大。他的不用力变成什么样子，他的自自在在的过日子，他基本上的那一个慢的一个调性是一种文化的从容的一个调性。那你们把我当作一个标本来看，就是说现在台湾这个文化部长，我很重视文化的公民权，或者说公民的文化权在哪里。我去南投的仁爱乡的青爱国小，总共的学生不到80个，它是一个原住民乡，整个都是原住民，孩子都是原住民。我去看这个小学，因为我们的音乐家定期的去这个小学里头带那些孩子们他们组织了一个管弦乐团，教他们爱上音乐。然后这个小学里头有一个年轻的老师，这个老师他竟然教他的孩子做什么，他从孩子4年级开始拿木头给他，教他每一个孩子做一把小提琴，从头做起，从磨到切到砍到刻，然后2年的时间，等到这个孩子6年级毕业的时候，他带着一把自己做的小提琴走，跟他走一辈子。所以我特别去看这个小学，是鼓励我们的交响乐团是更做更多的服务，去鼓励这个小学里的老师说，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带我们的孩子。台湾跟香港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相对于那个大传统，那个大叙述，相对于那个伟大的台湾
跟香港都是所谓的边陲，正是因为边陲，反而有一种温柔的如水的力量，它更长更远，而这个是我们可以对那个大传统跟大叙述都可以提供的一种另类的帮助。我身边的一位朋友曾经跟我说，他觉得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你如果把文化这两个字比较窄的定义，把它认定为就是那种用文字跟思想来传达思想的，限定为所谓的人文的那个部分，香港是缺的。那因为它前面的150年的历史是那样走的，但是你如果对于文化的定义是一个宽阔的定义，那香港的文化非常的多元，非常的丰沛。香港你如果你看它的俗文化，民间的俗文化，你就会知道说它的那个民俗的文化还非常生猛的是活着的。